雷洋文教基金会青年俱乐部前正伫举办丹米加创作展。丹米加是北部人能够外围前受到邀请来到西丽创作。丹米加表示，西丽人有虔诚的信仰，有现代古传统，是一个相当适合创作所在。伊罗事实上它是跟台湾很多地方都很像，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我就会再看这边，我看到非常浓厚的信仰与信仰的与土地的。然后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所以我在这两个月当中，我会希望用我这样子的表现手法跟语言，尽可能的把我感受到的诉说出来。那因为作品它自己就会讲话，我反而会比较希望观者大家来看看这些东西带给自己什么的感受，感受到了之后，可能我的答案跟你的答案也都不一样，那就是会提出来这样子的疑问，我会希望大家一起思考，然后带来一些对话。但米加喜爱提出问题，互人思考。有一件作品是捡落水溪木材和土塑来创作。为着这件作品，伊亲自踏入落水溪，但是台湾主要河川竟然这么无生命力，因此伊用吊大人来展现出落水溪的生处。浊水溪是河流，是土地的母亲，对，所以。我做出这种作品，就跟我对待我作品的心情是一样的。我看到河流是土地的母亲，但是现在母亲的状态，所以我非常的有感触，所以我做出了那一件作品。丹米加有一位好手艺，这木雕拢是这两个月未来伊家己亲手所雕刻的。看到这样精美的作品，让人对中地艺术家有了无同款的看法。真的不简单，把那个传统的雕刻啊，釉灰。这个技术重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哎，再加上新式的电脑框框弄起来，哎，把传统跟现代配合起来，真的不简单嘞。丹米加作品充满了对现况疑问，伊希望参观的人会当家己来找答案。记者李明安，从报道。